家期待已久的流量女明星 Lina Bell 终于正式加盟香港迪士尼啦。乐园特别推出了一系列全新 Duffy 与好友主题体验，今集打卡点同我一起去看看有什么精彩活动、主题美食和特别精品啊。大家知不知道 Lina Bell 和 Duffy 相识的故事呢？ Duffy 是因为追逐蝴蝶和同行的米奇老鼠行失了，于是 Lina Bell 热心帮助迷路的 Duffy， 熟练地拎出了他的放大镜，细心地在身上寻找线索，最终成功帮助 Duffy 和米奇老鼠重逢。乐园举行的第一个联盟活动就是探索 Lina Bell 和其他 Duffy 与好友的足迹，大家都可以效仿 Lina Bell 的探索精神，透过自己的放大镜寻找 Duffy 与好友在乐园的足迹。 Lina Bell 将会连同其他的迪士尼朋友参与在美国小镇大街举行的米奇与好友欢聚庆典， Lina Bell 会在列车上惊喜现身，大家记住用相机捕捉她可爱的瞬间啦。联盟活动二，享用应援美食 Entertainment 之美，乐园和酒店餐厅特别预备了 Lina Bell 主题美食，一系列可爱吸睛的 Lina Bell 主题美食真是充满视觉和味觉享受啊！大家都千祈不要错过小镇雪糕店的软雪糕，和户外小食亭，还有大街饼店的美食，包括有华夫饼、 Lina Bell 放大镜玻璃曲奇、芝士蛋糕等等，必定满足大家的味蕾啊！联盟活动三，为每个文粉时刻定格保存，乐园将会推出近30款 Lina Bell 主题商品给粉丝入手，包括头箍、锁匙扣、手提袋、饰物、文具和家品等，还会有香港迪士尼乐园限定的 Lina Bell 尾巴造型配饰。大家在选购之余，不要错过到访美国小镇大街的马迪小店，店内设有37寸的 Lina Bell 超文布置，成为文粉必到的打卡位。联盟活动四，入住度假区酒店，延续 Fantasy 英魂文化，粉丝可以入住 Lina Bell 文粉世界主题酒店，房间布置包括四款香港迪士尼限定的商品，印有 Lina Bell 个样的枕头套、毛毡、地毡、拖鞋等，令每一个角落都充满 Lina Bell 的踪影。随着 Lina Bell 加盟香港迪士尼，是时候约好你的朋友仔一起来香港迪士尼乐园打卡，享受各种文化体验。今集打卡点推介告一段落，欢迎大家热情留言，分享更加多好食好玩的情报给我们，一起去打卡啦！